我差点骂一个东西下去揍他啊，真的，但是我忍住了。比较算是霸道型，不要看我这个样子。这双鞋还是第一次见过呢。对，不能用鞋子来判断，对呀，比较难。这个袜子，你是女生，对，因为露露可能真的知道。这个我想应该是在靴下屋买的吧。Gail 比较清楚 ，Gail， 你帮我看一下，他这个袜子是因为洗衣机洗坏掉了。怎么可能洗的？这是造型，造型就是这个。你唱歌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今天我就是大家的甜辣酱，除了辣的，我都快吐了。除了甜甜的歌声之外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古灵精怪的一面，什么风格都驾驭的还不错。在校园里面，人家就叫做你什么？仙女。等一下，这是想到心虚啊！校园里面红的不得了，红翻了。今天就带来这首《梦一场》来。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太多，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只是这样的日子，还剩下多少？留下。
是真的不是仙女啦，仙女仙女可以啦，可以甜辣酱，你从今以后我们就叫你仙女了，仙女了，对，就叫仙女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印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双袜子。你还在 focus 我，真的这个很有，这个很难买得到。我要跟你们讲，因为这是我是不是真的就学校屋啊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是我造型师那时候帮我帮你配，我配一个，我拍一个传说队，可以讲吗？传说队觉得一个游戏的服装，然后的袜子，不然我私底下也是不会有这种袜子的，就唯一一双很 Q 哎，可爱。因为她平常是酷酷型的女生。现在校园里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就是一开始真的是跟宪哥讲的一样，一开始第一场就大家对你很陌生，冷静，对你冷静，然后可能也会虚，是不至于吧？有啦，我其实我就是去年也有借过一场。去年还在去年呢，对，可能可能尊度，我差点麦克风下去揍他啊，真的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撞？我当时没有啦，就是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，可能需要帮忙支持站久一点，然后可能就跟他们聊了比较多的互动，然后可能就清唱一些歌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说，不是他们想听的歌，就会说叫我。下一首啦，这样哦，然后很大声，就是大声到我都听得到这样子。然后同学学生比较直接嘛，对对呀对呀，他们也是想跟你互动嘛，对，喜欢你才互动嘛，这样子，对呀对呀，想互动啦。那讲说仙女你还不接受，其实今天这个一个整个造型来讲，比较像仙姑。难怪我今天很想问事情哎，我想问事，来吧来吧。进入到这个异能界里面是，然后应该开始有一些交往吧。哇，宪哥你 follow 的很凶哎，好心哦，你好心哦，哇，你不错，你好心哦，坏事啊，小新闻呐，当然我们的大新闻我们小关心，正常人。正常，低调低调低调，只是就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就是偶尔唱唱歌这样子。那有时候人要对眼就很难讲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什么地方让你有感觉？宪哥真的追很快呀，是不是？他什么东西都有在发了，他连广告都在背起。他最喜欢看就是广告，对，好厉害啊！对呀，情个人的感情观呐。我觉得因为我。虽然是外表是仙女，但其实我脾气火爆哦。然后他说我虽然外表是仙女哦，他已经接受了，他已经没有。宪哥他在警告你喽，他等下铝棒可能就拿出来了。等一下我有，他会带仙女棒给你拢哦。对，哦，他拿仙女棒。是因为真的，我每一次去每一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就会叫我仙女，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是，然后他们说你就是，就算你骂脏话，你还是。我好算了，我不想反驳了。好，接受接受，所以内心是火爆的，所以要对方能接纳你。对，然后可能他比较霸道这样子哦，比你更霸道又可以了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比较算是霸道型的，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哦。对，然后对啦 ，OK 啦，人就是要相处看看嘛，对不对？是要慢慢磨合。你会是未来的什么？小巨蛋里面的王妃。极高的一个评价，对呀，这怎么敢当啊？谢谢，一定可以。我总不能说你不会跳舞嘛？哎，我在学习了啦，说不定他会哦，有跟汉典哥学习。对，就好好去切磋切磋。很高的评价，红豆，红豆歌词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。永垂不朽，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感动，这样应该算一分了，要算上两分。算两分，算两分了。接歌，有接歌，很厉害，有，谢谢。你看，还帮你找到一个方向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好吗？期待台湾的新王妃，加油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